时间已经进入大天，也是乃至盛产的季节。市面上已经会当摕到屏东、高雄等等以南部为主要产区的玉荷包乃至。不过，咱云林的果农除了传统的乌香啊乃至以外，特别用栽种技术种出来的玉荷包乃至的品质，一点啊嘛袂输乎南部的产地。乃至长结实累累，农会总干事甲议员等人是专工上山来高雄了解今年的产销状况。分园农会总干事讲，分园是乌香啊乃至的产地，却因为乃至的产季集中，厉害果农会选择无同品种来分散风险。咱分园的农民会当甲玉荷包种甲比南部较好食。分园上好种乃至的体重田产量，足侪只个足好种的啦，也是其中一个，啊所以种出来玉荷包比。我接起来啦，比南部的吼，搁较 Q， 搁较甜，搁较侪汁安尼啦。因为啊吼，我两边拢接过，迄边水水，这边接起来吼，真 Q。啊，咱真侪鱼啊，因为可能是土质还是环境的关系，我感觉因为即摆环境的变迁，豆豆变成讲，阮这边嘛适合种这个鱼荷包。果农讲，要种出高品质的鱼荷包，乃至真够工，尤其是蔬花甲蔬果上重要，种出来鱼荷包才会规百搁大粒。这拢爱蔬花啦，爱经过蔬花一拍。要经过三个手工，成果才有安尼。若自然生育袂掉，差不多，伊的花超过侪，营养分供应袂够，伊就袂调果。哦，爱疏较少咧，拍头安尼，伊调果就才有提高啦。分农会强调，乃至的三季真短，伫咧分园目前已经有玉荷包乃至上市，说来就是上大量的传统乌香啊乃至，爱食乃至的民众爱把握时间。大众新闻，中山分园采访报道。